下来，请收看经典读诵。 尔时，世尊即时微笑，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如往外道尼前子所，为其说法。”尔时，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譬如须弥山王，少山无能出者。如是世尊，于如来前，我不能说。” 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：“善男子，莫作是说。如来有多方便？一切勇，如往观十方一切世界，如来在何处住，于何处所，夫如来坐。一切勇，于尼前所，我亦当自说法。”一切勇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成何神力？ 唯以自神力去，以佛神力去也。佛告一切勇：如以自神力去，还时以佛神力而来。尔时，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寂默不现。尔时世尊为尼前说法，生苦，生恼，人生多怖。 生有病苦，病有劳苦，劳有死苦，复有亡难、贼难、水难、火难、毒难、自作业难。十诸外道心怀恐怖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于今更不忍生。”尔时世尊说此法时，18,000亿诸外道等得离尘垢。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自身18,000亿，住于十地大菩提萨多，现菩提萨多种种神力，或作象形、马形、狮子、虎形、金翅鸟形，或作须弥山形，或作老形，或作猕猴，或作花台结跏趺坐，10,000亿菩提萨多 在其南面坐，9,000亿菩提萨多在其北面，皆作如是神通变化。如来常在三昧，以方便力故，为众生说法。尔时，如来知一切勇菩提萨多，自用神力去以7日，至花上世界，使一切勇菩提萨多以佛神力，屈身必请，来至佛所。 道已，又绕三匝，发清净心，合掌礼佛。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以一神力至十方诸佛世界，见99,000亿诸佛世界；第二神力见1,000,000亿诸佛世界。至第7日，到花上世界，亦至不动如来世界。世尊，我至彼国，见92,000亿诸佛说法。” 又见80,000,000世界，80,000,000诸佛，即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悉供养，复过而去。世尊，我即日至39,100,000佛国，见39,100,000菩提萨多出家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，我悉恭敬礼拜，又绕三匝，复过而去。 世尊，又于60亿世界见60亿佛，我悉供养，恭敬礼拜而去。世尊，我见100亿世界，100亿如来入般涅盘，我亦供养，恭敬礼拜，复过而去。世尊，我见65亿世界诸佛圣法灭尽，我心焦恼而怀悲泣。见天龙夜叉忧恼啼哭，如见入心。世尊，彼佛世界皆火所烧，大海须弥悉皆烧尽，无有一余。我亦供养，拂过而去，乃到花上世界。世尊，我到彼世界，见夫百千亿座。世尊，见彼南面夫百千亿座，东西北方及以上下各夫百千亿高座。世尊，彼一一座七宝成就，一一座上有一如来结跏趺坐，为众说法。世尊，我即见已生希有心，问彼世尊：此世界者，名为何等？彼佛如来即告我言：此世界者，名曰花上。世尊，我礼彼佛，问其佛言：如来世尊，名号何等？彼佛答我：号莲花藏，于此世界常作佛事。我复问言：此世界中无量如来，何者是莲花藏如来之身？彼世尊曰：我当是汝莲花藏佛。尔时诸佛悉影不现，唯见一佛，其余座上悉是菩萨。我时礼佛，时有一座从地涌出，我于此座结跏趺坐，使我座椅有无量座忽然而出，空无人坐。我问彼佛：此座何故空无人坐？时佛世尊而告我言：善男子，不种善根众生，不得在于此会之中。世尊，我时问彼如来言：世尊，作何善根得在此会？时佛告言：谛听善男子，得闻僧伽吒法门者，已是善根得在此会，何况书写读诵一切有，汝闻僧伽吒法门故，得在此会。无善根人，则不能得见此佛国。尔时，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比佛言：世尊，得闻此法门者，得何福德？尔时，莲花藏如来即便微笑。世尊，我时作礼，问比佛言：佛何故笑？现希有相。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：善男子，一切勇菩提萨多得大势力，譬如转轮圣王主四天下，于四天下种满胡麻。善男子，如彼胡麻，其数多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世尊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士。佛告一切勇：有人具彼胡麻，以作一句。一切勇：有人能数知其数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比世尊：不可数也，善士世尊。时莲花藏如来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若胡麻等数，诸佛如来说闻经功德，不能令尽，何况书写读诵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书写得何等福？佛告一切勇：善男子，譬如3000大千世界，一切沙尘、树叶、草木，以如此等数转轮王。如是轮王，宁可数否？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不可数也，善士世尊。佛告一切勇：善男子，听此法者如是。一切诸转轮王所有福德，不及此福。于此法门殊一字者，功德胜比一切轮王所有福德。如是善男子，此法门者，摄于一切大乘正法，不得以轮王福德为喻。如是一切勇，此法门功德非譬喻说。如此法门，能释法藏，灭诸烦恼，燃大法炬，降诸恶魔，照明一切菩提萨多之舍，说一切法。尔时，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行伴行者甚为稀有，何以故？世尊，如来行难得。佛告一切勇：如是善男子，伴行难得。若行伴行，若昼若夜，常见如来。若见如来，则见佛国；若见佛国，则见法藏。临命终时，其心不怖，不受胎身，不复忧恼，不为爱河之所漂没。”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：“善男子，如来出世，难可直喻。”一切勇言：“如是世尊，如是善士，如来出世，难得直喻。”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“此法难值，亦复如是。一切勇，若有得闻如是法门，今于尔者，80劫中自是宿命；60千劫作转轮王，8千劫中作天地士，25千劫作净居天，38千劫作大梵天，99千劫不堕恶道，100千劫中不堕恶鬼，28千劫不堕畜生，13亿100千劫不堕阿修罗中，刀剑不伤；25千劫不生愚痴中，7千劫中具足智慧，9千劫中身处端正，具足善色，如如来身；15千劫不做女人，16千劫身无病恼，35千劫常居天眼，19千劫不生龙中，6千劫中无嗔恚心，7千劫中不生贫贱家，80千劫主二天下，即最贫穷，受如是乐；12千劫不生盲冥，13千劫不生龙中，11千劫修行忍辱。临命终时，世行将灭，不起倒想，不生嗔恚，见东方恒河沙等诸佛如来，面见南方20亿佛，面见西方25恒河沙诸佛如来，面见北方80恒河沙等诸佛如来，面见上方90亿恒河沙诸佛世尊，面见下方100亿恒河沙等诸佛世尊。善男子，彼诸世尊安慰其人：“善男子，汝莫恐怖，汝已听受僧伽诈法门。善男子，汝见如是恒河沙等100千亿佛世尊否？”唯然已见。世尊告曰：“此诸如来故来见汝。”是善男子问言：“我作何善，诸佛见我？”诸佛告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在人中曾闻僧伽诈法门，是故诸佛故来见汝。”是善男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曾少闻，得如是福，况复具足受持是经。”彼佛告言：“善男子，莫作是说。闻四句偈所有功德，我今说之。”善男子，譬如13恒河沙诸佛如来所有福德，闻此法门，福德甚彼。若有供养13恒